级汽车。守护朋友。哦，我的巡逻工作开始了。美食车亚米又在做什么好吃的？哦，是甜甜圈。亚米做的甜甜圈最好吃了。我好喜欢亚米啊。嗯，亚米真是个不错的美食家。完成。啊，酷宝太棒了。哟，不愧是最棒的工程师哦。啊，一切都很美好。哼，我觉得一点都不美好。你们汽车不应该说话，也不应该是我们的朋友，你们只是工具。哈哈，看我的无敌铁皮车，让我天才麦特博士来统治你们吧。出发。别掉下甜甜圈了。你是谁？不许动。雷克警长，你实在是太吵了。不过我有办法让你安静下来。可恶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需要帮助。小镇上出现了奇怪的铁皮车，被他击中的汽车都失去了意识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超级汽车要出发，出发，出发，不怕任何的危险，不怕，不怕，守护城市安全，拯救我的朋友，请相信我们。无敌大炮准备好，朝着目标的方向，炮弹炮弹发射，砰砰砰砰攻击，全部被抵挡。我的水炮弹对他没有作用。不好，他来了。我来吸引他的注意，你们去救人。丢丢闪灯光，警车加速向前跑，左边右边转弯，躲避你的攻击。哎呀，打不倒。我来拯救朋友们，快点快点醒一醒，大家保持冷静，我们不是工具，我们有生命。发生了什么？能量升级，你们一个都别想逃。这下可怎么办？高迪，攻击他的激光炮。加油加油，我变得更强大，快速瞄准朝目标发射，你的武器被击中，失去了力量。超级汽车在一起守护了正义，超级汽车
汽车在一起，让世界更美好。博物馆风波。是霸王龙的化石，我们来玩轮流扮演霸王龙的游戏吧。好呀好呀。可怕的霸王龙要来抓你们啦。我们好害怕呀，快跑呀。我来啦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在博物馆里不要追逐打闹。麦多多，你不是最厉害的霸王龙吗？怎么摔倒了？霸王龙生气了，我要把你抓住。霸王龙来啦。糟了。救命啊。闯大祸了，怎么办？好可怕呀。好疼呀，救救我。也救救我。看来我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安琪，有什么事吗？我站在博物馆里，这里发生了事故，你们看。别担心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哎呀呀，博物馆里乱糟糟，走走。哎呀呀，恐龙化石不见了，全碎了。哎呀呀，所有雕像都倒下。哎呀呀，我们快点行动吧。嘿呦嘿，伸出我的长手臂，有力气。嘿呦嘿，大大石块掉起来。嘿呦嘿，恐龙化石找一找。嘿呦嘿，一块一块搭建好，完成了。哇哦，霸王龙又出现了，可是雕像怎么办？看我的魔术表演吧。变呀变，大大滚筒转呀转，转呀转，变呀变，七彩水泥变出来，好漂亮。变呀变，小小裂缝修不好。变呀变，变回原来的模样。哇，好神奇！我来啦，张开翅膀飞。放在那，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中间，呼啦啦，呼啦啦，雕
像雕像放在那，呼啦啦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旁边，呼啦啦呼啦啦，超级汽车有办法，呼啦啦呼啦啦，一只一只回来啦。泡泡灾难，我的洗车店开业了，今天洗车免费！哇，免费！到了，快来排队吧！嘿嘿，大家在这干什么？听说是免费洗车。哇，这么好的事，我可不能错过！喂，你们刮花了我的油漆，对不起。啊，你们小心点，差点撞到我的宝宝。啊，对不起。喂，老兄，你是不是插队了？你可别乱说，好好排队，别浪费我们的时间。滴滴滴滴滴。今天排队的汽车真多。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家别吵了，快停下来！哦，妮娜，你快看，刚刚我忘记把清洗剂拿下来了。快跑，快跑！救命！哎呀，现在可怎么办？呼叫指挥中心！妮娜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的洗车店产生了大量的泡泡，已经开始淹没街道了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电力挖掘机破防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消失，发射水炮弹，用力用力冲冲冲，街道畅通了，前进！汽车汽车在哪里？被泡泡淹没，行人行人在哪里？困在泡泡里。我们分头行动吧。好的，伸出伸出我的大铲子。对着泡泡挖呀挖，挖呀挖呀，挖出挖出两个小汽车，一辆公交车。哇，弹弹弹弹我的大车轮，飘进泡泡里。哟吼，大家大家快快抓紧我，向上跳呀跳跳呀。你们看，房顶上、树上、花园里，还有好多好多泡泡呀。大家都来帮忙，让泡泡消失吧！泡泡泡泡快消失，用水冲一冲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轮子踩一踩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挥挥大铲子。泡泡泡泡消失啦，到处亮晶晶。小心了，真是抱歉，给大家惹麻烦了。没关系，妮娜。对了，今天还有免费的洗车活动吗？当然有。
不过要好好排队呀。美味派对，今天是儿童节，我们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个惊喜哟，好期待孩子们的到来，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我们来了！哇，有好多好吃的！这下可怎么办？食材都用完了。我要蛋糕，我要惊喜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呼叫指挥中心，亚米，出什么事了？我们的派对出了一些意外，小朋友们哭不停，也没有食材重新制作美食了。放心吧，你和妮娜陪伴小朋友，运送食材的任务就交给旋风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梦幻美食车亚米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食材交给我，轰隆轰隆轰隆隆，跨过大桥向前冲，冲啊冲啊冲啊冲，我来啦！我把食材带来了，接下来交给你们了。没问题，搅拌搅拌加鸡蛋，美味的蛋糕变出来，搅拌搅拌加水果，酸甜的果酱变出来。披萨咬一口，香香又脆脆，果冻果冻咬一口，滑滑又软软，呀咪呀咪呀咪，蛋糕真好吃，呀咪呀咪呀咪，排队美食多，跟着音乐大节拍，一起来摇摆，拍手跺脚扭一扭，我们在一起 Happy Happy Happy， 最棒的 Party， 哇哦！嘿，嘿嘿，哈，哇哦！我们的派对成功啦！失控的赛车，热身完毕，今天的状态非常好。是吧？福特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当然是要挑战你了。
来吧，看看谁的速度更快。切，谁怕谁？是了，智能跑车福特失去了控制，情况紧急，我需要支援。好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过速赛车旋风，超雷达警车来车，大力士吊车，大力！超级汽车出动！大家分头行动，避免碰撞发生。好。滴滴五，快快停下！十字路口有危险。隆隆，速度太快，小心别撞到！哐哐哐，伸出手臂拦住路口，不要冲！大钩子甩一甩呀，轻轻吊起来！谁来帮帮我？怎么停也停不下！谁来帮帮我？我也好害怕！让我来帮你，吹呀吹呀吹上你！让我来帮你。不好，前面正在施工，我们要掉进去了。我来帮忙。滴滴，超级车来了，发车大王拦住你，向后退，用力用力向上拉呀拉，快坚持不住了。哐哐哐，吊车来了，伸出手臂勾住你，慢慢的把你吊起，现在安全了，我得救了。谢谢你们救了我。你没事就好。嘿，福特，我们的比赛还没有分出胜负呢。来吧，比赛继续。你还是先修好自己再说吧。超级快递，太无聊了，我们该做点什么呢？朋友们，我们去做些有意义的事吧。什么是有意义的事呢？找到了。
我们到底要干什么？看到那辆大货车了吗？它可是超级汽车哦。嗯，看到了。它正在送快递。没错，如果我们也去送快递，那我们就能成为超级汽车。行动。谢谢你啊，斑斑。没什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了，我们快走。咦，我怎么感觉肚子里空空的？啊，我帮你看看。糟了，你的快递不见了。什么？白老虎，开心虎，大事不好了！斑斑，请你保持冷静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肚子里的快递突然全都消失了，希望大家能帮我找到他们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巨无霸货车，斑斑；超雷达警车，雷克；大炮出租车，皮娜；超级汽车，出动！沿着街道找一找，一个两个找到了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飘啊飘啊飘一飘，森林里面找一找，一个两个都找到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超级快递员，送货快又准。这不是我的。丢丢丢，开雷达，来到农场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。这是果园的快递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果园里面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。这是农场的快递。你们为什么要拿我的快递？我们也想像你一样帮大家送快递。好吧，不过送快递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对不起。明天正好有很多快递，我需要些帮手，你们愿意来吗？啊，好呀！失业的垃圾车。胖嘟嘟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。你看。啊？奇怪。啊？洒水车爷爷，我来收垃圾了。
小美，你来晚了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今天早上天还没亮，就来了一辆垃圾车，是他把所有的垃圾都收走了。哼，哪来的垃圾车，抢走了我的工作。是我发明的怪兽垃圾车。嘿嘿，去吧，把所有的垃圾都还给他们。到处都没有垃圾，看来大家不需要我了。这是什么？好臭呀！怎么会这样？呼叫指挥中心！小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天空在下垃圾雨，你们看。原来是怪兽垃圾车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雪碧挖掘机酷宝，分类垃圾车蓝红灰绿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房顶上、树上、池塘里到处都是垃圾，我们该怎么清理呢？如果这些垃圾能聚在一起就好了。哦，小声，瞧我的！城市里面脏兮兮，到处是垃圾。我是铁臂挖掘机，举起大铲子。哐哐哐，大街小巷的垃圾收集在一起，好棒呀！垃圾堆成一座山，大家别慌张，我们一起来清理垃圾，分开装。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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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垃圾全都看不见，街道变干净。快看，那边还有垃圾。哦，是怪兽垃圾车。前面的，快追！天空下起垃圾雨，大家要小心。左边右边来包围，一起困住你。看我的石头！咕噜咕噜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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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噜噜噜，大把石头困住你。出垃圾，垃圾垃圾都清理，城市变干净。大家辛苦了。迷你车大追捕。早上好啊，贝勒虎。嗨，雷克警长，你是来体验升级的吗？没错。快进来吧。是这里吗？嗯，这次的升级能让你的车身变得更加坚硬。哦，看起来太酷了。雷克警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来吧。这是怎么了？我好像按错了。贝勒虎，我怎么变得这么小了？雷克警长，真对不起，这次的升级失败了，三个小时后你才能恢复原样。哥哥，快来，我收到了求救信号。快走。
大家发生什么事了？贝老虎，我们的珠宝和金币都不见了。啊，你们有人看见小偷吗？我看见了，是一辆很小很小的汽车，它可以钻进下水道。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车呀？嘿嘿，没想到吧，那可是我的新发明迷你车哦。嘿嘿，我要偷走所有的珠宝和金币。哼，又是麦特博士在背后捣鬼，我要让他知道偷盗是多么错误的事情。我今天也是迷你警车，贝勒虎，我还需要一些帮手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两车道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跳跳出租车，妮娜，超雷达警车，雷克，急速赛车，旋风。超级汽车出动！我还是第一次变得这么小，感觉好奇妙呀！大家做好准备，开始行动，来吧！下水道里好多路呀，迷你车在哪？你走这边，我走那边，分头找一找。目标出现了，站住你别跑。绕了一圈又一圈，好像迷路了。地上地下每条道路我都记得住，一直向前走啊走，就找到出口。我们会被水冲走的。那儿有个开关，看我的，看看这段车呀，左边右边飘越，下一站车轮，麻烦姐姐啦。雷达滴滴滴滴，车灯闪闪发光，目标在前方，我来抓住它。引擎轰隆轰隆，看我加速加速，车轮快转动，向前冲冲冲。我是最快的旋风，左边右边堵住，没有退路，快发射大网，把目标困住。我的珠宝全找到了，我的金币也都回来了。又一次完美解决了问题。不对，我认为不太完美。你瞧，我们还没变回去呢。我可不想一直当迷你赛车。现在很完美了。章鱼车来袭。一二一，成功了，终于从大坑里出来了。太感谢你了，雷克警长。不客气，路上小心。嗨，小美。你好，雷。对不起，我弄脏了街道。雷克警长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今天是城市清洁日，我们必须保证城市里干干净净，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。好的，小美，我现在就去洗澡。很好，我也该去打扫公园了。你们想让城市干净整洁？哼！我偏要把城市搞脏搞乱！
章鱼车，该你出场了！哈哈哈。终于洗好了，我敢说我是这条街最干净的汽车。是谁？天哪，呼叫指挥中心！雷克警长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有辆章鱼车在到处喷墨，这种墨汁又黏又脏。你们看，我们要赶紧清除墨汁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力神吊车阿力，螺旋洒水车咕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长长手臂无穷力气，大车小车都吊起，需要救援大声呼喊，超级汽车来帮你。大家都安全了，葫芦爷爷交给你了。小意思。旋转喷射哗啦哗啦，上上下下都冲刷，加强威力喷喷喷喷，大街小巷变干净。葫芦爷爷小心，站住别跑，守护城是我的责任，加速向前追追追，小心小心左右躲避，超级汽车保护你。哎呀哎呀看不见路，开启雷达滴滴呜，发现目标快快行动，是猪大王成功抓捕。哦，钓到了一条大章鱼。哦，大鱼大鱼哗啦啦，冲上街道冲上房屋，大雨大雨哗啦啦啦，空气变得好清新。太阳太阳出来啦，照耀城市美丽干净。太阳太阳出来啦，每个角落亮晶晶。快看，有彩虹！哇！这个没用的章鱼车！还是我自己来吧，超级汽车，我要把你们飞啊！这个坑还没填好啊。